长会极限反转。一会儿家长会，有你们好看。明明我们这次成绩都是优，为什么老师好像还有阴谋的样子？没事，我昨天送了一个黄金篮球给校长，我让他取消家长会。假！我的分身正在打听老师的阴谋，等家长会就把你们不良行为的视频播出去，校长也保不住你们。我知道老师的阴谋了，那我们行动吧。老师，您没事吧？谢了。原来藏在这儿呀。嗯，你想干嘛？时间暂停。嘿嘿，老师，我只是帮你捡而已。是我误会你了。 A 计划成功， B 计划也成功了。下面我让你们看一下你们孩子平时在学校做过的坏事。什么？回去等着挨骂吧。老师，您没事吧？我家孩子居然做了这等好事。不对呀。上铐。不是这样的。惊喜吧。你们，这就是我穿越过去拍回来的证据哦。英语老师，看来有不良行为的人是你啊。校长，你听我解释呀。月考无限反转，明天的月考，谁不及格就永久不能上体育课。他们居然不怕，一定有猫腻。我现在就把考完试的我召唤过来，时空漩涡。我们需要明天考试的内容。没问题，去不稳了。怎么不是我们要考的试卷题啊？我早就知道你们穿越未来看过试题了，因为我一直躲在走廊转角偷听你们的秘密。所以我提前换了试卷内容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。可小平早就把你的阴谋告诉我了，我这就把答案传送给你们。真有你的。你们会不会高兴太早了？居然还有附加题。而且这道附加题居然60分，不错扣60，也太离谱了。没想到我还有这招吧。数学老师早就帮我揭穿了你们的阴谋了。你们想干嘛？老师，附加题答案选 A 吧。对对对，老师撒谎。居然通过微表情动作分析我说出的答案。选 B 吧。不是。你的表情出卖你了，我们选 B。 这都给你们分析出来，我真服。机器老师诞生。我宣布，这个机器人就是你们新的老师了。可是我们对以前的老师更有感情啊。小乐，没想到你老师。这节课改为上体育课。机器人英语老师来教我们，我举双脚赞成。机器人英语老师太好了。但他这种教育方式会不会让我们学习退步呀？有了他，知识就能直接传送到脑袋。考全国第一都是小问题。哇，太棒了。尽情玩吧，很快我们机器人就能潜移默化地统治你们的星球了。你果然目的不纯啊，现在才发现太迟了。那是你还不够了解我的学生。下节英语课我铁定夸你们堂。你说啥？机器人类小学生，我就不信治愈不了你们。为什么机器人老师突然变成这样了？会不会是机器故障了？不许伤害我学生。是杰西卡老师救了我们。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阳宝星传，时空穿梭，你们给我记住。拜拜嘞。幸亏有杰西卡老师，看来还是原来的英语老师好呀。为了弥补我之前的抢课恶劣行为，今天的英语课改成上体育课。哦耶！感觉英语老师变了，又感觉没变。管他呢，上学嘛，开心最重要。卫生评比，马上就要进行全校卫生评比了，怎么还有树叶没扫干净？没办法啊，老师，风一吹就有叶子掉下来，根本扫不完。这还不简单，先把树上的叶子全都摇下来不就好了？杨伯伯，看你的了。杨宝星拳。
石火烧烧，飞山兽，搞定！慢着，垃圾桶里不能放垃圾，不然会被扣分的。好小浪，明白？虚空穿梭，进去吧你！大家记住，这次卫生评比我们班一定要拿第一名。不仅垃圾桶不能有垃圾，黑板上也不能有字。小菜一碟，书桌上也不能放书。轮到我了。还有，宿舍的床上也不能睡人。老师，我生病了，起不来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帮你叫了一辆救护车。这才像话嘛！看来第一名非我们班莫属了。怎么感觉肚子有点痛？老师，你喝的好像是隔夜茶。不行了，我要上厕所。老师，我刚刚才把厕所刷干净，你千万不能上，不然卫生评比第一名就没了。可是我真的憋不住了。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。讨好班干部。作业咋这么多？继续到消息，班主任因为感冒要请假休息一周。情况紧急，你可别骗我们。我诸葛双双的消息能假？诸葛双双说的确实不假，但老师在请假前以命为班干部，放学前没交作业的，通通记名。愣着干嘛？快写啊！听清楚了吗？我们就这样办。这样真的行吗？放心，以我对表面的了解，能成。哎，怎么唉声叹气的？看来今天是吃不上饭了。没事，我帮你打扮。是的，但我有一个要求。别说一个，十个我都答应你。我去去就回。插队这种事我最在行了。确定吗？没关系，我会出手。终于到我值日了，这次一定要为班级争光。表妹，要不要表哥帮你？就你这小身板，小看谁呢？这两下子嘛，不如把垃圾也倒了。小意思，但你得帮我个忙。没问题，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。有蟑螂！看来只有使出绝招了。都知道该怎么办了吧？怎么样？只要罚去我们的名字，这些都是你的。我着急去厕所。你是在跟我玩欲擒故纵吗？相比起这些，我还是更喜欢简单粗暴的玩具。要不要一决高下？不不！既然讨好行不通，就直接上了。根据定位显示，名单就在这里，只要偷偷划掉。哼，看来柯小平说的是真的，你们可真是胆大包天啊！偷走捷径不可取，做人做事还是得脚踏实地呀。不交寒假作业。说吧，你们不交寒假作业的理由。我的作业被狗吃了。这种烂理由你以为我会信？我就知道你不信。我把作业的下册带来了。看吧，好，回去吧。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。那你呢？太简单了，我不想做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别以为你每次考100分就像为所欲为。很好，回去吧。好小浪，你居然还敢跳着舞骑的。我希望你说话的态度注意一点。反了你，你的寒假作业呢？我忙着拯救世界，根本没时间做。你在跟我玩是吧？住手！不许对校园英雄哈小浪这么粗鲁。哈小浪，能给我签个名吗？我是你粉丝啊。你们怎么了？因为我在寒假的时候击退了袭击学校的外星人999次，所以校长免了我的作业。